不管多辛苦啊，我都会坚持的把这些博物馆啊做好。我就收集了差不多整40年哦。我事实上我做这个博物馆哦，最重要的是给以后的人和现在的年轻人要看，这样它这个变成一个华人的历史，小型的历史教室来的，这是我的目标。This is no ordinary man. Tan Sri Datuk Ng Teck Fong. Still ambitious at the age of 80, he had one dream. 这个在马来西亚这个的多元种族的这个环境里面哈，那么早期殖民地是分而治之哈。那么对华人也是当作一种攻击这样哦，他们作为劳力的严重，所以面对很大的一些挑战。后来第二任敦拉萨的时候，虽然跟中国很好说邦交，事实上我们很大程度上华人的权益啊就在这个时候失掉，因为那时候选举的结果好像这次大风暴这样，那时候有个风暴，他们输了一些席位，反对党比较强的时候，所以就爆发了维生事件。所以那个以后呢，华人的权益全部受到压制，所以在这边华人有感觉到他们是二等公民啊，很多东西都华文教育各方面文化的保存都不容易，但是华人还是本着传承自己的中华文化，他们私立学校不是要他们自己读啊，是给我们这些后人，这些华裔子弟啊能够受传统的教育，正所谓的就是说前人种树后人之育，那么我们今天有饭吃，我们也应该种回几棵树，让后人得益。所以做这个博物馆，其实也是在回馈华师。要先有个计划出来以后，收了资料要把资料重新整理，然后把那个时间性要排对它，所以这个也花很长的时间。收集了整800件的东西，然后放在这个华总博物馆，让我自己过千件，那我也捐了300件给广东华侨博物馆。这个也是40年来的一些陆陆续续去收集起来的，不是今天讲明天就可以了的。我要到新加坡去，到泰国去，到印尼去，还有13州每个地方啊，都要到当地去收集一些当地的资料哈。这些因为我们是全国性的，必须反映13州的这个情况。那么同时，我们也把重点放在哪里？放在促进这个种族和谐啊。方面主要是要打造这个反映历史上华乌的合作，苏丹跟我们这个华社领袖的合作的成果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留下来的话，这个历史就会淹没。这个博物馆到目前为止花了600万，不是我去找的，
不是我去找的，这个博物馆是我一手策划，从零开始的，就是目的就是回顾往事，希望这个博物馆变成一个歌名著，在马来西亚的话，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里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。我觉得这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法，也是感恩了。一个人一定要有知恩图报，要常常有感恩的心。Located at Wisma Hua Chong, this is where the 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stands with pride. Now in charge of the museum is the curator, Lim Ka Ho, a passionate young man who is willing to teach you everything. Malaysia 华人博物馆呢是马来西亚华社最大的华人民间历史博物馆。本馆的那个计划呢是从2011年11月就开始提出来了，然后由我们的博物馆主席丹斯里吴德芳提出，然后后来经过了6年的筹备，终于在今年2018年5月1日开始正式对外开放。本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我们这边参观呢，我们除了用传统的文物跟文字的展示方式以外呢，我们也有大量的情景重塑、微雕、3D 立体雕塑的那种方式，结合现代的高科技 AR 技术呢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一个博物馆与众不同的一面。在5月1号正式开馆以后，得到非常好的反应，也获到非常这个好的评价，这个是我一生人里面最大的欣慰，因为终于可以把我们祖先们辛苦建过的这个工具呢留给后人。History will now be passed on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. The 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will remain open as a reminder of the struggl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.